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里面讲卧报的文很长，前面七个小段是根本的大悟，也就是说万物的根源，从非理而动啊，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以物为能，人作残害，阴贼善良，暗无君心，慢其先生，叛其所事，狂助无始，谤助同学，虚无诈伪，攻击宗亲，刚强不仁，横逆自由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总共是七小段啊。我们应当时时警惕，这个七桩事情，如果我们细心去反省、去思维，我们都犯，只是犯的程度有浅深不同啊，影响的范围有广狭不等。当然，戒罪呀、果报也就不相同了。总而言之，这是恶业啊，有恶业才感召的天灾人祸，种种不善的果报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细心的反省检讨，从根本上改过自新，不但我们的道业不能成就，只怕人生都保不住。人间的福报那就更不必提了。这是一个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觉悟的。这一段文我们还没讲完啊，今天我们接着看第六个小节：虚狂诈伪，攻击宗亲。虚是虚妄啊，没有确实的根据就随便的议论，诈伪，诈是这里注解是诡计蒙人越诈，阴谋诡计，被别人欺诈了，矫情欺世，这是伪，虚伪啊。做人是这么一个态度啊，这样一个心态，换句话说，一丝毫诚意都没有。现在确实如此，不但对社会、对大众没有丝毫诚意，对自己的父母、妻子儿女也没有丝毫诚意啊，更进一步的来说呢，对他自己本人都没有诚意。现在是这么个社会，怎么不遭劫难？
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啊，会有这么样的事情？追根究底呀，我们遗弃了圣贤的教育，所以才落得这种地步啊！那我们借有限，是接受少份的圣贤教育。我们对于善恶的道理、善恶的因果，能明白一些。啊，稍稍有能力辨别。可是，毕竟我们这个能力还不够啊。世间许许多多的事项，似是而非很多，尤其像此地讲的这些恶人，心地不善，面貌虚伪，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啊。虚情假意，他连自己的宗亲都攻击，都污蔑，何况外人？我们在社会上遇到这些事情，能怪人吗？不可以。仔细观察，他做的没错。为什么没错呢？随顺他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。先人不善，父母没有教他，尊长没有教他，老师没有教他，他不是天生的圣贤人，所以他作恶是应该的。他要不作恶，那就是佛菩萨再来的，那不是凡人。凡人哪有不作恶的道理？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心平，心平气和，这里头就生智慧，这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！如何来挽救这些苦难众生，还是一个老办法，全心全力提倡圣贤教育啊，提倡佛陀教育啊，纵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、抗拒、污蔑，也无所谓呀！为什么呢？他无知，他可怜呐！他要是真的明白了，自然他就忏悔了，他就回头了。所以我们对于不明理的人、无知的人，以事发来看，要原谅他，
不要去责备他。以佛菩萨来看呢，要怜悯他，要救他。你现在去救拯救他，有些方式他不能接受。他的善根福德达不到，必须以善巧方便，先要包容啊，要容忍啊。这一生救不了来生，来生救不了后世啊。佛度众生，始终不舍一人，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帮助他，不能回头在旁边看着，真的看他造业，看他堕落，看他堕地狱，看他受种种苦。为什么呢？你跟他讲善言善语，他听不进去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他有坚固的分别之处。不是佛菩萨不帮助他，是他那个坚固的执着力量太大了，听不见善言，见不到真正的善事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心是虚妄的，他所见到的也是虚妄的。所以真诚，这是第一桩重要的事情。他这个小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的好啊，诚者天之道也，思诚者人之道也。我们修学把真诚摆在第一位，有真诚而后才有清净平等觉，由清净平等觉而后才有大慈大悲。思诚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啊，菩提心之体，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，这个心就是菩提。身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作用，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现。我们要不乏真诚的心，菩提心从哪来？根本就没有啊！真诚心真正做到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众生，这是真诚啊。唯有真诚心才能够遵从佛的教诲，立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心若不诚，是非善恶往往颠倒，
将卧非看作善了。啊，将善事看作非呀，看错了。这样的人，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不在少数啊。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，啊，是不是也在这一类？不反省，不检点，你不能够觉察，怎么会回头？自己总认为自己修得很不错，啊，修得很好，哪里知道自己做的真是地狱罪业？啊，所以我们用感应篇，这是印祖教导我们的，用了凡四训。用安世全书啊，做一个认真的反省检点。在佛的教诲当中，我们特别提出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，过去曾经讲过三遍了，现在也有同学依据录音带把它整理成文字，也有地方已经印成书在外面流通，这些文字我要找出时间来看一遍。修定之后才能正式流通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改过迁善的。作为我们修学儒道的第一个阶梯，汇编里面说得好，他说今天我们舍弃真诚而虚无诈伪，这是违背天道啊，丧失人道啊。六道轮回里面，天道失掉了，人道失掉了，诸位想想还到哪里去了？果报在三途，我们怎能够不警惕？人的生命非常脆弱，台湾的大地震是佛陀教诲的证明啊！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太多了，人命无常，过途为脆，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佛的眼光看非常脆弱，经不起碰撞啊！科学家有预测，太空当中有很多小行星，
啊，这个小行星的直径十公里到几十公里、100公里不等。这个小行星要撞上地球，地球就撞碎了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，刹那之间就消灭了。这种情形过去有没有呢？有。史学家、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过去地球上被这些小行星还不是太大的曾经撞击过啊，他们所说的恐龙，过去这些生物在地球上聚集，什么原因呢？小行星撞击地球，那个小行星的这个直径没有超过10公里啊，如果是几十公里的，那地球就碎了啊，非常脆弱啊，人命无常啊。我们今天的人生居住在这个地球，遇到正法，你才晓得这个机缘多难得，多么珍贵呀！啊，佛教给我们，在这一生当中应当做些什么事？佛说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啊，将不去的，就是带不去的，我们要放下；带得去的，我们要真干。啊，哪些带得去的？你造的业带得去，业系种子永远不灭，那么你造的恶业你带去了，将来变三途果报。你造的善带去了，将来享人天福报啊，这个你带得去啊，不会消失的。佛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，我们自己就应当懂得怎样选择。我们应当选择善业。这是佛教给我们，不但要修一切善，而且要立相修善。为什么？立相修善，果报在佛法界，在佛菩萨法界；坐相修善，果报在天法界，在人天法界。佛慈悲到了极处啊！我们修善要立相。于世出世间法丝毫不能够染着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常常保着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于一切诸法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世间人迷，我不迷啊！世间人不肯造的，我来造啊！立相修善，世间人不肯造啊，明白人肯造啊，觉悟的人肯造啊。印祖一生提倡这三种书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汇编，我用的这个本子就是印祖弘化社的本子，
按时劝说。他老人家悲心苦切，知道往后这个世界众生要遭遇到重大的灾难啊！佛经虽然好，说的人少了，明白的人不多，何况有许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，认为它是宗教，宗教与宗教就对立了。所以世间其他宗教的信徒不愿意看佛经啊，所以印度用这三种都不是佛教经典，希望它能普及啊，能让其他宗教徒也能够接受，这不是佛教的吗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祖师的苦心呐，他的用意啊，希望避免宗教这个疑虑，啊，来接受圣贤人的教诲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如果心行不善，像感应篇这个前面几句所说的，存这样的心，有这种念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他这里说的话说得好啊，其心甚老啊，这一句话说他的妄想很多啊，天天在劳心啊，其事甚为啊，他所做的事情很危险啊，乃天下第一等薄福相也啊。所以这个几句啊，我们同学要把它背过，啊，文不长啊，把它背得熟熟的啊，从这个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，到这个刚强不仁，横逆自用啊，这一小段要把它背过，时时刻刻反省啊。我过去劝勉同修把这个感应篇呢附带在网课上，每一天做完晚课的时候，感应篇念一遍。啊，我们是不是古德所讲的天下第一等薄福之人？没福啊！那么，如果翻过来，我们今天提倡的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存这样的心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行这样的事，那是天下第一等后福之人。我们自己是后福是薄福，都在自己一念之间。
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啊，把薄福的相断掉，认真去修后福。没有福报，不能帮助众生。纵然帮助众生，也是帮倒忙。也做错事啊。所以说其事甚微也，其心甚劳啊，讲得非常有道理。不入三途，其将何归？这种人不堕三恶道，他到哪去了？决定堕三恶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